每次录影都在摄影棚，我们要常接触大自然，感受到自然的美好，懂不懂？啊，我另外一个节目就是接触大自然啊，也对哈、哦，常常接触大自然，对对对，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，你那个玩太疯了、哦、我们在这个五光十色的演艺圈，有时候要沉淀一下心情啊，哦、看看美景，然后精神层次要提升。你看，像我们节目啊，榜上榜，嗯、把音乐。带给这个世界，对啊，真的还不错 ，right？ 对，很轻松。其实听音乐也是一种享受，然后是一种 relaxing 的那个 moment。对，这个公园怎么会有吉他的音乐声？你们觉得这个公园奇怪？哦、oh. oh. 啊，后面有一个街头艺人啊，哎，街头艺人真的很辛苦哦。有没有钱？有有，哎，刚刚好，给他一点。这个洋装有口袋， okay, 那我这个手卡也送他。哦、oh, ，好好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谁要手卡？给我了，我等一下要用的。哎。我30块 OK， 够了够了够了， OK, 不景气的，这街头艺人也不会要太多了。啊！哦，哎，严爵耶，哎、欸，是严爵啦！啊、我刚刚把30块丢给严爵，没礼貌，你真是。哎呀，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，哎呀，原来是天王天王天王，对对对，对不起对不起，还好可以还给我，刚刚好。小气，哎，严爵你怎么不早点出声音呢？嘉哥 ，Janet。不好意思，突然间让你变 background music， 谢谢严爵哈，欢迎你来，欢迎你来。谢谢。有新专辑吗？新书，人生的第一本书，哦、送给你的。你人生第一本书，第一本，恭喜恭喜，谢谢。这个有什么，比如说概念，或者说是特别不一样的地方吗？爵士人生其实是算我对我人生到现在的一个总结。哎，对，那很多人可能知道出道之后的我是什么样子，啊、但可能不认识我是在哪里长大的，或我怎么认识音乐。啊特别是爵士音乐。哎，讲到认识哈、哦，你跟 Janet 认识吗？你们俩为什么那么陌生呢？哦哎、没有啦，都啊、我们很熟啦，我们已经都亲过，其实没有亲过，差一点点，差一点亲到啊，在哪一支 MV 里面跟 Janet 合作啊？打喷嚏。哎呀，这个是你的招牌歌啊！哦，那哈啾，哎呦，哈啾哈啾，再次见面哈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会不会有点害羞？啊、有一点，对，有一点，对，很久不见又变更漂亮了，对。想不到他一见面就先丢个30块给你，真不好意思哈。好，所以这个爵士人生呢，有严爵的故事。可是我看这照片也很有 feel 啊，对，那都在哪里拍的、啊？在我的老家旧金山。哦，你是在旧金山出生的吗？不是，我在那边待了10年，10岁过去的。哦、10岁过去了，所以10岁以前在台湾。对，那你把旧金山当老家，那台湾当什么？也是我有老家，因为我有2个老家。对， okay, 高雄是另外一个老家。高雄是故乡，故乡对不 对？旧金山是老家。其实这个里面哦，图文并茂，我们挑几张哈，把它放大来跟观众分享一下好了， okay, 好不好？来，我们已经有准备了，来，请看大屏幕。好，这就是你的其中一张。在街上好像一种街头艺人的 feel、嗯、对，你真的当过街头艺人吗？没有、哦、但是我觉得如果我继续待在美国的话，可能我会有这样的经验，因为很多爵士乐手他们喜欢晚上在外面练习的时候吹给路人听、嗯、所以我可能也会做这样的事。了解、哦 yeah. 其实这个街头艺人是一种磨练，对不对哈、嗯？对，那你为什么不干脆当时就是留在旧金山，跟着老师继续发展你的爵士人生啊？我一直认为那会是我未来要做的事，嗯、直到我遇到一个好朋友，他现在也是一个歌手，他叫萧红人、嗯、哦，对，然后我是被他的歌声感动。所以从跟他认识之后，我自己试着唱唱看歌，然后自己填词，然后今天就变成歌手，就回到台湾了，就回到台湾。我了解。下一张照片来，请看，这是在哪里？在艺术宫。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宫？像我们行天宫这样子吗？它比较像像我们的音乐厅哦，国家音乐厅的感觉哦。对，里面可能会有 opera， 会有爵士，会有歌舞剧，什么都有在那边表演。下一张，这是你老家吗？这个就是。我美国的第一个家。 哦， 哦，怎么住得这么好？你是留学生，你是跟家人一起吗？那个时候是我跟两个姐姐还有我妈。哦，然后我爸就是可能一年来个2次。 OK OK、欸、这个家还在吗？还在。没有，因为我们上大学之后就把三藩市的家卖给一对老夫妇、哦、所以我们现在大家住在 LA。 哦，跟你讲、哦、若莉留下来现在就赚翻了、真的吗？听说真的吗？旧金山现在是就是房价很高，房价非常非常高、嗯、可是这栋房子我都很害怕，感觉安娜贝尔都住在里面、嗯、感觉下一秒
或是十三号星期五，就旁边那个 Mickey Mouse 会动，是不是？感觉像我们被那个美国恐怖片吓到吓太久了啊、其实讲到这个我们严爵啊，回台湾发展的过程，有一个很重要的人，就是萧红人，对不对？那今天红人呢，也特别为了严爵出书啊，有一些话想对你说，真的，关于你们的一些回忆，就大家分手之后还是可以做朋友嘛？没有分手，现在还是好朋友，现在还有联络，现在还有联络。我们来看一下红人有什么话对这个严爵说，请看。全球中文音乐榜上榜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萧红人。严爵他是还蛮有感觉的人，他就是会把他在他家附近好吃的店全部都画在自己做音乐的墙壁上，然后就一家店一家店，然后好吃的程度还会打星星这样。那时候是在建宁老师那边嘛，然后每个礼拜二都有这堂课，然后四处各地的朋友都可以拿自己就是可能你最近写的歌曲啊，然后来跟大家分享，然后严爵那时候是其中一个人给的评论，就是可能没有他预期的这么的美好。我是觉得他那时候心里可能是有受伤，到今天大家知道你叫严爵，大家知道你出专辑，大家知道你出书，然后有很多的歌迷朋友关心你，然后也慢慢的渐渐的了解你过去是怎么样走过来的心路历程，所以我觉得这一切都很值得，恭喜你。谢谢红人。怎么样，有没有什么感触，有没有回忆涌上心头吧？有、yeah, 他刚刚讲的那个故事让我想起来、他们晚上都会有一个词曲课，所以 我就说哦，我也有一个作品我想要现场弹，然后我就弹了一首歌，后来我有收录在我第二张专辑叫做礼堂那、然后我那时候弹爵士钢琴，然后大家听完之后就是看着我不知道要说什么，然后我就其实蛮受伤的、就是没有人懂我在做什么。是，不过后来你出片的时候就把这首歌收录进来，对，这算是一种报复了，侠怨报复。你们这些人不识货，我们相信音乐就挺我，对不对？好，但是刚刚有一段其实听的时候蛮心酸的，就是因为那时候要省钱嘛，所以你那个美食墙，对啊，那个已经是回来决定回来到台湾了，是。然后刚开始回来不知道要把 demo 拿给谁，然后就有大概半年的过渡期没有工作，每天就是做我的 demo， 然后吃就永吉路三十巷那边的一些小吃。所以你应该对所有的你周围的一些餐厅都非常非常了解，了落指掌，很熟悉。到现在我还常常去永吉路三十巷吃啊，所以就是以价钱为怎么了？我还是还给大家，对，还是还蛮可以。你三十几块能吃什么啊？时代变了，买得到哦，真的吗？30块是不是可以买到东西？哎，你还用卤肉饭？哦，卤肉饭崩啊！但是说实在，这个一切都是苦尽甘来了。现在的你真的收钱？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子？赚那么多，他自己没有口袋。朋友本来就是要。现在的严爵已经苦尽甘来了，但是想了解过去的他，可以透过这本书。不过呢，今天我们是温谷之心嘛，待会听说你要唱一首跟这书有关系的歌。对，这是在拍摄过程中，我在美国写了一首歌，就叫它 USA。太棒了，纪念你在美国的岁月啊、把舞台留给你啦， okay, 好不好？带来这首为歌曲而创作的 USA， 欢迎严爵，谢谢。带着时光的飞机回到十年前，看看过去的美国校园，看见的就是在和下课后的篮球队友的在那边会，就在末日之前让我看见，原来我的付出从来没白费，理想的世界从一个点点呈现，一步又一步的实现。USA， 关于追寻梦想，不看我你还看谁？
Cause haters, I don't in the year. Watch me, watch me fade.加州的天，加州的太多都是洋房 for my 音乐，曾在加盟的我仿佛听到了恋情神画面，全部都在眼前，好像我的热情从来不曾熄灭，就算做音乐也不能够赚大钱，以前的历史就算无法重演，我还是要再发照片。Yeah.